站在蠢蠢欲动，不自明的面貌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，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，不自禁的请你小心，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。在我发现我却不是唯一，各个个体都在分离，其实几个结局就在我心底，说实话是黄金比例，他们分明喜欢佳丽，如何能同体共存成为唯一的习题、我有个秘密秘密藏在我的心里心里，问出他毫无相信，不知谁先生的时机，请不要告密、我随时会爆发、你看的是我，但你看的并不是我，你面对就是我，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，你的细胞中在蠢蠢欲动，不知名的面貌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，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，不自禁的请你小心，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。我到底是谁？